接着是波特台湾味单元，一起来看老师要教我们什么醋鼻耶台湾味。欢迎大家到店来学台湾话。今天的意思是双色，意思是口头口对对家样。咱来看地库，人伊家己都在做头家，搁赚真侪钱，不怪伊的双色。过来是俗语，双色无绿色的句，双色是恶色，下摆绿色是扯落去，放摆摆去。意思是讲，得意的事唔通先笑着，因为人失意，未永远拢是你。颠倒不如意的时间，搁较济，搁较长。这是咧形容咱人伫咧得意的时间，总是比较较短，千万唔通得意的时阵，伤过骄傲。